哎呦，他有事哎，他要来见主哎。log， 啊，建筑建造31%了，这里也可以调整，有没有？这也可以调整。六个人砍木，六个人踩石，踩石头真的是这个吗？还是上面这个，这个吧？为什么他不重要的东西不放在前面？还是这一个？这是挖什么？不晓得哎，看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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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在伐木了。要做石斧，石斧，要做石斧，石斧是哪一个？要怎么做？他们用徒手挖石头。所以他们就站在原地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们不要拿麦块的来这边好不好？来乱我！我很认真的在研究怎么玩呢。他们应该有工作吧？小朋友不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的太多了。噔噔噔，我看一下房子能做什么。哎呦！房子是14岁和15岁的人在住欸，然后里面有一些 tomato， 不是啊， potato 54个饭，马铃薯54个，还有一些鱼肉，欸，不是鱼肉，这是火柴火25个。这里面呢，哎呦，这里面住4个人欸，哎呦， potato 更多了，劳工。哦，这是剩余劳工是不是？噔噔噔，那这个是农夫嘛？这个应该是伐木啊，这就是养牛的人嘛？种这个，这应该是种不晓得什么东西的人，应该是植物的。然后这是钓鱼的渔人，还有猎人，那这就是伐木工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森林种植园吗？这是园丁，打铁的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裁缝师。这个应该是镇，他解释是什么东西？看不懂。喂，所以我要收集资源。叮叮叮，它是一款那个有点像模拟经营的游戏啦。那我们就可以去收集一些材料，像我柴火，我现在只有柴火而已，完全没有收集到石头。噔噔噔，工具是不是要分配给他们？我有一点工具啊，他们应该可以自己拿吧。G 开头的是采集是不是？这个吗？这个是采集是不是？哦，果树采集员哦，哇哦，果树采集员，嗯，我们叫人去采集看看，他就会采一些食物回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噔噔，而且我觉得这些有问号的人应该是没有工具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事，所以我要给他们一些工具。喂，给你们工具。工具给你，工具有吗？他们时薪多少不晓得欸，他们就是要为了自己活下来啊。应该是他的标题应该就是讲说被流放的人吧，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活着，等待这游戏有繁中。我也很希望这游戏有繁中。就不用玩这么辛苦了，都看不懂。应该是要给他们工具吧，可是问题要怎么给他们工具嘞？噔噔噔，嗯，有吗？有吗？有看到什么给工具吗？这个吗？有，工具50个，这是最高上限。那这是什么？
这游戏有简中补丁，真的还假的？这么快哦，这么快就有简中补丁哦。简中补丁可以灌进去吗？正版游戏可以灌简中补丁吗？你去框框那格、那格、那群鼠他们自己会做的工具去砍。哪里啊？我听不太懂哎。这里为什么多了一格这个？哦，有人死掉了，有人死掉要盖墓园了。这么快就有人死了？盖墓园可以宣泄他们的情绪。好了好了，盖一个了，盖一小块。哎，盖在城镇中央好吗？盖在旁边。喂，呼呼呼，可是要石头啊，我没有石头啊。我目前都还不会挖石头。这是一款很难的，不是很难啊，因为我看不懂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玩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还不错玩，只是我现在这个有工具啊，他们什么时候要拿工具去砍东西？有简中补丁哦，真的还假的？我们要不要直接去找简中补丁呢？我搜寻看看啊，不然不知道摸索要摸索到什么时候。简中补丁是不是？我虽然最重要的是资源没有办法收集。资源没有办法收集，实在很难过。真的有补丁欸，这么快就有补丁了。来啦，下载一下，下载补丁。可是正版可以用补丁吗？各位观众，正版可以补丁吗？好了，不管了，先下载了。不行再说嘛，对不对？我来咯，我正在下载补丁中，要打汉化补丁哦。有啊有啊，我这找到了，正在下载了。只不过他在跑啊，要连到对岸去，那个都要跑比较久。对岸对那个对我都不友善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对面翻译叫放逐之城欸，就是这些被放逐的人民要想办法活着。试试，刚刚试完啊，对啊，没事，不要乱盖蒙阿波。竟然有人讲这种话欸，没事不要乱盖蒙阿波啦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跑出来了吗？哎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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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可以下载成功。再等我一下哦。要20块美金，大概600块台币。趁现在我们再摸索一次。我觉得这个城失败了啊，不好意思，失败了。这个城失败了啊，离开一下。叮叮，在新游600块很便宜嘞，我觉得600块比起很多游戏动辄就要1000多块，那才是贵。看你要可以玩多久吧，像 麦块 如果600块你可以玩一年，我觉得就很划算了。来了，开始了，我们再体会一下。我们一开始应该要先盖一下农田，对不对？盖小农田，
然后盖能伐木的地方，伐木场。哎呦呦，这样子，哎哎，这是移除，不是伐木。这个工具，这是水井还是墙？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啦？泥头墙。这个啦，伐木的哦，终于找到了哦，要伐木场。难怪他们都不伐木啊、哦！找到了。回答你什么？你要我回答你什么？哦、你有错过什么没有？喂、哦，这个啦，这个，都盖一些这些东西啊。那先盖这些嘛，是不是？刚刚没盖，错误的决定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种小花哦。种小花，嗯。那先盖这个啊，种小花。嗯，好了，分配人，先正式分配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分配是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我去工作，建筑工人，七个，他要七个，我就等你七个人，七个人去。啊、嗯，有了，去工作，要盖伐木场，因为一开始就盖错了。一开始就盖错，难怪玩不下去啊啊！嗯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打铁是不是啊？打铁要趁热，哎、欸，这个应该不需要这么早，哪有人这么早就在打铁的？先挖木头嘛，对不对？木头，加油啊！挖木头。嗯，等一下，我有了木头，我就可以盖一个小木屋，嗯，对不对？小木屋。哎呦呦呦呦，好像有比较上轨道一点哦。好像有比较正常一点，对不对？刚才都在乱盖，没错。一进到游戏里面太兴奋，就这样乱盖。这一次应该比较正常了吧？嗯。盖一个鱼屋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盖鱼屋，必须。盖在河边嘛，这种东西一定是盖在河边的嘛，对不对？鱼屋，喂，转，盖一个小鱼屋在这里。哎呦，可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又不行了？哦，已经按下去了。哦，好了，再盖了。等一下就有伐木场，等一下就可以去伐木了。哦，我们终于有比较上轨了。哦，有比较上轨道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。我们可以分配咯，一个有没有伐木工？一个人走去伐木，正式成为伐木工。你正式成为伐木工了，不要再做这些怪怪的事情了。噔，房屋应该是等人家住就可以遮风挡雨，对不对？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它又显示什么东西？木材低了哦，木材低了，哎，快要没木材了。我们要有更多伐木工了。哎呦，他说我有两个这个，可以去两个分配两个这个给你。那这个，哎，只有一个人，哎，下降，这里人还我，人还我，去吧，都去了。你有在伐木吗？嗯，这个是在做什么？这个是做什么？哎呦，砍树，种树。砍树，种树，这一个人伐木，哎，开始了，按下去就开始了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种植啊，开始了，这样就开始了吗？可以告诉我是不是就这样就开始了？是吗？这样就开始了吗？确定吗？我会开始伐木了吗？我可以正式开始伐木了吗？诶、欸、不是诶、欸、按下去是不工作是不是？按下去是不工作的意思，所以不是。所以不能乱按。哎呦，这是在种树。我要砍树是不是？专门砍树。哦，闹饥荒，真的。再多砍一点树啦。